希望今年破多少subscribers？OK，很好的问题。来，你先。我今年啊，最好就二十 K 了，入来了吗？可能多花一点喽，30K了。今年啊，我你要多少？50哦，50K。我们公开那个超帅啊！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个臭皮匠，只剩过一个诸葛亮。我是小白呀，黑马 Sky。OK， 我们的频道呢，终于突破了5000个订阅。我们就放了一个 post 讲，如果那个 post 呢破300个赞，我们就会做一个 Q&A。下面有人发问了蛮多个问题的，然后来回答你们。彭佳美，你们三个里面谁的脾气最臭？你讲先。如果要讲三个里面脾气最臭，一定是我，因为我是 leader。所以呢，我好像他们少做东西，或者没有做东西，我一定会他们，这个是正常。开七夜，你们三个臭皮匠里面觉得哪一个比较帅？当然 Sky 啊，如果是给我选，一定是选 Sky 啊。如果我的话，不懂耶，因人而异啊，这种长相。如果你要我选三个里面的，Sky 讲耶，到你。你不用问了，你选自己吧。那你晚上照镜子看自己有多帅啊，好啦。不要我选我自己啊。哎，第二个，你们都几岁？我们全部都22。你们为什么会取名为三个臭皮匠？这个我们在上一个 Q&A 已经讲过了。OK， 我先讲我自己啦。因为我们是三个人嘛，然后每次讲到三个人呢，一定会想起那句谚语，就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。对，就是取名三个臭皮匠。你们是来摆美的吗？有商家找你们业配吗？就普普通通那种，好像送我们衣服啊，就这种哦。就如果你要讲可以赚大钱那种就没有了可能有的商家就sponsor 我们衣服啊，或者那些产品啊，然后叫我们帮他就是宣传一下这样子哦。我们收费也不是很贵，如果你们有找什么业配，可以记得找我们三个。我们现在缺很多干爹，等你们来吧。会拍一集谈你们经历过的灵异故事吗？我们有讲过吗？其实我之前有讲过要拍，只是他们讲他们两个没有什么经历到那种灵异事件，所以就不要拍。我本身是完全就没有看过，也很少经历这种。也没有理我们，是啊，我也没有理我们谷歌找影片的，所以就没有拍了。J 营啊，应该是 J 营啊。为什么你们会想做 YouTuber？ 就你看到那些那种某些 YouTuber， 就你看他们就懂他们每个这样有钱，觉得做这个行业蛮香的。因为他一开始找我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差不多是毕业阶段，然后没有起妆嘛，就是刚拍那种影片来看有没有弄到人家笑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有赚钱的目的了。然后我其实几年前就想做，自己一个人就找了梁静茹给我的勇气哦，所以就找他们两个一起拍哦。然后主要我们是想拍搞笑来取悦你们。然后还有第二点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 YouTuber 的生活是很 chill 很享受啊。可是那个只是成功的 YouTuber 啊，就不成功 YouTuber 比我们是很辛苦的，蛮辛苦下的。就在还没有成功的时候是需要去拼啊。不然你不要看他们好像很开心很爽，其实他们只是熬过来的。你们能做24个小时吗？就是类似 challenge 那种。我们可以第一个做24小时，挑战睡觉先。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挑战来。我是觉得我自己做不到，假如我有做的话，一定是做假的，因为那种太有点夸张了。就比如讲24小时在厕所啊。然后其实我们每天都挑战一个24小时呼吸啊。你们有看个人视频吗？个人频道 ，sorry。可能将来哦。靠你们俩，靠你们来冲我们的 subscriber。对，我们有点名气先。OK， 我自己问了，可以。就比如说你们想要开的话，你们要开怎样的一些？我应该会拍那个跳舞哦，因为他很喜欢那种韩国之类的东西。这样你呢？你要开怎样的频道？其实我不懂，我没有真正去想过。可是男的话就可能就讲话类型，然后谈话类型。你？因为我本身是女朋友嘛，就可能想要跟女朋友一起开。所以如果你跟你女朋友拍，你会拍什么？做蛋糕？送那个狗去宠物院之类的。哦，就那种情侣日常啊。都 OK 吧，我觉得。要演绎，未来会做这样的影片，主要是看我们会试看哪一个影片的流量啊，比如那些会比较好，我们就可能会继续做。就比如我们最近在拍那个枯燥的是蛮不错的，那个反应还是算 OK 的，所以我们就会持续更新了，我们也会 try 看。希望今年破多少 subscriber？ OK， 很好的问题。来，你先。我今年最好就20K了，入来了吗？现在六月投报嘛，我们已经差不多2个月了。可能多花一点哦，30K了。今年啊，我你要多少？50哦。你敢讲哦？我不敢讲进去。OK， 拍影片的初衷是什么？
其实我们也是类似有回答过了。是啊，就主要是他是比较偏向想赚钱了。想赚钱了。可是想告诉你们，就是没有这样容易可以赚，需要很多时间，需要一些 edit 啊，需要很多时间，很多很多时间。然后想要搞笑，而我的初衷呢？红啊，就只想要红，只想要红，然后又想赚钱。肖俊颖呢？应该是肖俊颖。你们 YouTube 有收入吗？对，我们的 YouTube 呢，这几个星期最近才有开始盈利，然后那个收入是非常的不乐观，没有没有不乐观了，就没有很不乐观啊，就我们前期来讲是算蛮不错的，对我们来讲啦，就总之可以跟你讲是没有超过100零几的，是需要慢慢累积哦，因为我们的粉丝数量也不是很多，我们的 view 也不是很多，然后虽然是很低啦，可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好了。林志颖身高体重173/70169/60，我应该是175吧，60多65吧，应该是差不多。下一个星座白羊，处女。生日日期可以吗？我们跟你讲月份就好，8月、9月、3月。有想过放弃 YouTube 吗？我们再开始。再开始两个月吧，我们要不要放弃？我们要再回答。会有觉得很难，我就觉得我们会怀疑自己会不会好像是不是做对我们这些。但是会 keep 着做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，就这样子，没有话讲。一个月可以有多少钱做 YouTube？ OK， 我们跟你讲，老师，我们六月收入到现在有大概50块。马币。今天是几号啊？今天是6号。6号啊，一天不到10块，最多啦。我们算到最多啦，我们一天赚10块啊，我们一个月有300块，然后我们要出4个人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editor， 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多给我们业配。哪里人？吉宝。吉达。100千的时候可以公开你有哇！100千我全家公开一看。100千我跳过跑，到时候我会拍一个团队，我没有公开啊。100千的话，这样看得起我吗？耶！他们讲公开你 ，OK， 100千公开你哦，没问题。什么原因让你们想要追我的地方？第一个我是兴趣，我是赚钱啊，我是表演啊，表演。我不懂咱们读啊，这个名字什么嗝屁了啊？你们的华文名字？汤浩苑、王凯健、曾美雅。你们用什么 app 剪片？如果很短的影片，我们就会用剪映；然后长一点的，我们现在有跟一个 editor 合作，那个比较好聊。贵人比较厉害，那个我们的贵人，所以他是用 Premiere Pro 电脑版的。目标是早日爆红。我目标是今年50K。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团队可以越来越大，如果能的话，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人哦。希望每天我班女孩子可以找一个真实女孩子来加入我们团队哦。为什么不是三个手臂这样顶一个猪哥的？那时候那件事还没有这样够，还没有这样够，现在没有想到。你们三个，不是，胖子气，你们三个谁条件比较好？讲讲条件呢？哪方面条件？是哪方面条件？然后我们就选一个来回答了。我选了女人缘，谁最好？她最好。OK， 如果是讲女人缘的话，她最好。OK， 我们要补充一点哦，就其实你们看到影片呢，就我们三个人在演播，其实我们还有个 editor， 他也是跟我们合作的。嗯，只是他不露脸了。50千，啊、我们公开。50千，我们就公开。那个超帅啊！有超过价吗？有啦，肯定超过的，肯定超。这个是一定会有的，避免不了。你们最近拍那种微电影有没有？可能他讲了个哭刀，还好啊，那种其实不难拍，然后只是需要一个很厉害的音响。你快看表演一个，不可以，30千我表演。你们做 YouTube 是为了一时兴起当做娱乐罢了，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？我的话，其实我现在算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，因为毕竟我现在毕业了嘛。我是当做一个兴趣，还有工作。我是肯定是把它当一个工作。好，你们讨厌哪一个 YouTuber？ 我的话比较讨厌是讨厌 Hang 这个 YouTuber。讨厌啊，其实就有一个吧，也不算讨厌，就可能不是很喜欢看到台湾的那个小玉啊，就他的很超极限啊，很挑战的。我也是没有讨厌谁啊，我不会讨厌人的，只是如果人家讨厌我，就会讨厌回他。你们喜欢哪一个 YouTuber？ 懂没懂？还有低清。我这样的话，我其实我就蛮喜欢 Kilo。Kilo 真的蛮，我是蛮喜欢 Kilo。OK Anthony 啊，还有。如果你要讲我最欣赏是佩勇，我佩服他的说话能力。你们喜欢什么动漫？荆棘的巨人、刀剑神域，还有哆啦 A 梦，那个海贼王。你们可以一起跳 Blackpink， 就我们跳舞可能会放在 TikTok 跟抖音。TikTok 抖音啊，到时候你们就留言，到时候你们去看。
OK， 所以我们的 Q&A 就到这里了。很快的，我们前两个星期2000的时候才讲，5000的时候会做一个 Q&A， 然后两个星期过后我们就破了。所以真的是谢谢你们，真的是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我们10000 OK， 现在我们应该是5.1啊，5.1这样子，可以在10000的时候留言在下面跟我们讲，然后我们会选，看你们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小铃铛、comment 和 share， 还有 subscribe。OK， 所以到这里了。拜拜。而我的初衷呢？红啊，想要红，想要红，只想要红，然后又想赚钱。100000的时候可以公开你了吗？哇！100000我全家公开给你看。100000我脱不跑。怎么还给你的？还是跟我们合作的？50000，我会公开。那个超帅啊！最后记得订阅3个臭皮匠。